然后呢，我很喜欢柳丁果蜜，所以早上的时候我就会打一个柳丁果蜜给我自己啊。待会我也会示范，就很多的除了维他命 C， 还有类黄酮等等的东西啊，可以抗发炎。赶快来示范我的柳丁果蜜哈，我完全不加水哦，四颗，这是我自己的验方，我就四颗柳丁，完全不加水。打得这样像泥一样，浓浓稠稠的就可以倒出来。柳丁泥，柳丁泥，对对对，哇，其实它的颜色很漂亮，已经像冰淇淋了，真的，它有一点，它已经凝固成冰淇淋了，好浓稠，好稠好稠那一种的啊，对对对对，其实很好喝。来来来，有的柳丁会苦，会有一点点苦，但是那个苦味呢，我们刚刚讲说苦对身体也是好的，苦泻心火。苦泻心火嘛，哈，对，来，蛮好吃哎，哈，如何？超妙，小朋友感冒的时候可以吃这个。对呀，然后你跟他说这是 ice cream， 对，所以你还可以加点蜂蜜，不加蜂蜜就很甜了，是很甜啊，而且冬天的柳丁是最甜的。对，所以我常常就是这样子吃一杯，全部我自己吃哦。